咁啊，舊年疫情開始咧，就政府就刪曬好多啲娛樂場所啊，包括係嗰啲健身院啊、游泳池啊等等。咁啊，夜晚又冇地方去，又冇得健身，又冇得游水。咁啊，如果瞓喺屋企，食完就瞓，瞓完就食，咁啊，好容易變大肥佬嘅喎。咁諗下就唔掂啦。咁於是咧，就由舊年開始咧，我就學瑜伽。咁啊，當然揾人上門教我做瑜伽啦。咁啊，反而我就愛上咗呢樣運動。咁而家開翻啦，咁我又可以去翻健身院啦。咁啊，所以就多做咗運動咧，個人咪 fit 啲咯。同埋仲有食嘢七分飽，唔好食得過飽。尤其是戒咗宵夜，因為你食宵夜咧，你又會帶住一堆食物咧，係瞓喺度咧，係變咗脂肪嘅，咁啊變咗有大肚腩。